三二，啊，不是要接，不啊，那不是什么？可以接出来，我直接从我接，好，来，来，龙一哥，五四三二，翔哥，那我请问你，我一起帮翔哥，吃饭都要吃七千的呢，翔哥，吃槟榔，无加微粉的。干啥小妈听都没听过哎、欸、你跟着这种菠萝蓉的卡小我跟你讲啊华西街到昆明街都归我们鬼市集团管了、啊、你跟我还比你这种不知道有用多少倍难道你没有听过孙氏集团吗孙氏集团说那个把核弹当肉放的那个年收入过百亿的集团过百亿你是说过百亿美金的那个孙氏集团听说连郭台铭都要跟他们借钱我以为是马斯克欠他们500亿耶。OK， 走。